在挤满人的电梯里面还那样亲密的靠得那么近，这真的是没礼貌。你就那么讨厌我吗？我不想当一个跟有钱人结婚的灰姑娘。对我来说，金敏珠就是公主。张组长跟社长不是要再婚吗？马上就要结了。据律师，你好像也在和金 PD 交往。我也已经向金敏珠 PD 求婚了，不要让我等太久哦。就一直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甜蜜的心跳》。